各位观众朋友们，今天呢要来开箱台福最新的钻石 A 车创世式神。这车特性呢是起步后立刻获得 50% 集气起步车，然后小喷动力加 18%， 小喷最高速度加 5.5， 使用9次双喷之后呢会失效，改为小喷时长加 0.12、哦、变成一台延续车，但速度就降下来了、哦、比较特别的一个特性。那它在哪里获得呢？它在礼包里面。那这个呢基本上有高几率呢会保底啊，礼包车。这个还有先抽到皮肤的吗？有，先抽到哪一个？来啦，下好离手，左边蓝蓝棒，右边粉红棒，来这边直接开抽，恭喜永久 A 车蓝棒胜利。好，我们直接把皮肤也给点出来。创世式神的皮肤、哦、我们先用原皮，先开原皮，原皮也是帅，黑白色配色。那这个呢，蓝蓝帮变成粉红帮。好，这个车呢建议改一个中左左左。第一个呢是橘子汁，基础最高速度、基础动力、氮气动力。第二个是基础动力、小喷时间、小喷最高速度跟氮气最高速度。第三个呢是小喷最高速度、小喷动力、小喷时间、氮气动力。第四个呢是极速度、小喷时间、小喷最高速度跟小喷动力。好，来看一下这台车的基础双喷速度。OK， 我们这边已经没有特性了，然后看一下它的。基础双喷速度是 245.1， 然后 WCW 速度是 293.7， 然后 CWW 呢 CWW 310.7， 很快 WCWW 314.9。 那小喷时间呢，哦，现在这个是有 0.12 加成的， 0.12 加成看起来像是应该是 0.79 啦，看起来是 0.79， 看起来 0.79， 那没有的话就是 0.67， 看我有没有记对。好，接着我们来跑一场11层。哦，这样跑得不错哦。延续。金沙弹射。好，没事，好，我们接着跑，笑死。除了一点小小的意外啊，这个车除了重一点之外没啥太大问题。砍一半！哇塞，小喷时间太长，延续，哎嘿嘿！哇塞，不错不错，哦，再搞！我刚刚本来过线的时候想讲说，哎，这个单圈不错，哎，我话还没讲出来。接着呢，我们用这台创世式神哦来打一下实战。这个车跑起步图很香啊。1、2、3、4，这边先把 ECU 放了好了，我还是比较习惯在这边放 ECU。
哦，没声音。OK， 现在开。一二三，开声音，撞后点喷。哇塞，弹上墙啦！哎哎，沙弹射，这车手感偏重，但是它有一种很稳重的感觉。我之前开这个车的时候是给这个评价吗？我已经忘了，好久没开到这个车了。Finish。我说这车跑长途也不是，跑短途也不是。我知道，我记得我有讲过这句话，但是这车在比赛中表现我记得不差，欸，其实还不错。但跑全途的话有点怪怪的，就是特色没有特别突出的一台车，但还是不错，性能什么的都还是有，只是不够专精，手感就很差。手感确实我觉得没那么好，因为太重了。延续 ，WW， 完蛋！这是我说的那个问题，它不太滑。一二三四。哇塞，这太卡了吧！蓝色，哇，没了，水尾漂移。哇，脱了。三四五六七八，哎，啊！粉红帮获胜啊，出了点小意外，这不是不该撞？我怎么知道他最后不是打 CW 喷啊？奇怪，他最后那个弯咋这么慢？怎么会这样？他预判了我的预判啊，出大机了。当初说这车蛮好开的，我没有觉得这车不好开啊，就比较重一点啊，比较重一点的手感，然后不滑，很扎实，但是需要适应。弹射。延续，先拉开距离。哎，我会没出双喷。ECU，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 ，CWW，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十四，延续。哦，我还没出那个小喷特性呢。现在才出，哦，我们现在才有小分特性，那这边就可以全延续了。
可是刚刚那个不然掉到缝里面去了。一二三四五六七，哎，没点到那小缝，没关系。火神，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 ，C W W， 延续 ，C W W， 然后这里也可以轻松全演，一二三四五六七，好 ，OK。Finish， 守住了蓝邦的荷包。CWW 啊，撞到墙！哈？哈？没电啦，停电啦！哎呀，太刺激啦！我刚刚就在想，我的平板是不是会关机耶？没想到平板居然没电啦！好啦，主播困啦，大家早点休息啊，三点啦，虽然现在暑假。